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们从哪个省来？我们从上上海海啊，来。上海来，清迈第一次来。对。啊，你们来看到清迈，喜欢什么？这里的风景。风景。这里的民风很好。啊，谢谢你。这里城市环境蛮好。啊，感觉像在自己家一样。哦，这样一样啊，谢谢啊。我们可以邓丽君的唱歌吗？可好以呀。啊，OK。小城故事。哦，好。北京小城故事多，充满喜和乐。若是你到小城来，收获特别多。哇哦，你们唱得很好，谢谢啊，谢谢来参观，欢迎谢。你们下次再来，好吗？祝你们玩得开心。